是我要去放，你帮我丢，那边外面就有人了。有个人在外面，我这样出去就会敲他头，他不走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是板子爬在地上吗？不知道哎，算了，这边这边这样子，这边过。冷却，糟糕！你前面那个打脸那个，好了，两年前，好，我脸都关了。希望它够冷，不要花掉。它就想要这样滚就对了。他的哎，他的裤子没有拉下，他这样脚会冷哦。你裤子没拉好，完蛋了，全部跑进去了。你裤子没拉好，怎么了？拉好吧。他刚刚鞋子整个都在外面呢。你的脚脚还能拉更长一点吗？我看。你的裤子还能拉更长吗？好，哎呦喂！被卡到，我奶奶直接穿。现在应该够冷，应该不会化掉了吧？你一定要穿过去，拜托你，你每次都掉，每次都要捡你的鞋上。喜欢这个，我帮我转一下帽子。你的 OK， 我帮我弄一下帽子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一条。你应该一定都会进去的。雪很大吧，然后大家都干脆去吃饭了。那个位置，
我们是来得早的。很赚吗？很赚什么？赚钱吗？应该还不错吧，又山顶。走吧。你们要走哪边？去右边呐。因为选上的大比较狠呢、欸。比较慢，比较不会刮刮刮，比较不会那么恐怖。对啊，雪变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雪变很好。对啊。这边就逆向就比较难了。哎，我要坐上去。对啊，坐上。啊，走。长哦，救命啊！还要很后面去了。没有，他出来，他现在人比较多，他就练起来，就要从这边排队。哎，帮我看一下，我红灯有没有在闪？哪里的红？上面这边好像脚有没有一个红灯在闪？有吗？没有看到。你有红灯吗？哪里啊？哦，是这边还是哪边？正面吗？嗯，没有红灯。正面我就只有看到有时间吗？有时间吗？701。哦，好，好，那就有在等。不细，哪一种算细的？我看过是比较长的，比较长，然后细细，大概比我这里差，跟我的这里差不多宽，整只都那么宽。妈妈他们吗？没有。因为他们没有滑过，我们应该不会滑过。真的吗？但是上面比较平呢。是红线啊，爸爸爸说会滑。那你跟他们讲一下，你再去，这样好。好。你要直接上来。哦，我在找啊。你喜欢下雪？对啊，这样衣服才不会湿啊。为什么 ？Stanley 跟我在一起，我们要一起上去喽。你要说上去红线吗？不用啊，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，一定是上去这边了。你不要弄太重，你的那个没有很，我怕你会脱板，你的那个条比较容易掉板子。
有吼，他掉下去。好。那现在好恐怖，哈哈哈哈哈！掉下去，那时候哦，掉下来了，哦，还好呢。恐怖，你看一下，浑身都是血。对啊，但是血至少不会化掉，刚刚就会化很湿湿的吧？哪种的？比我们进去喝饮料前，有收到吗？我跟 Stanley 上去了。没有人说话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还是你拔脚很痛？弟弟也会跟他们吗？不知道，弟弟都一直滑就好。哇，这个鞋好松的感觉。就是刚下的啊。哦。但被那么多人弄过，还是会松。裤子拍掉啊，都不会裤子湿湿的，不然怎么办？我接下去就让他们走走路。嗯，你看这一集中的感觉，那里是什么？就我们昨天有滑过啊，妈妈说在拍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弯弯的先下来，就下去了，对吗？那边难吗？欸，刚刚有人讲话？我啊？欸，不是了，我是说对讲机没有人讲话吗？嗯。这点抖对不对？这点抖，嗯，很抖，而且又松雪。为什么会雪崩？雪崩哦，就是整片滑下来啊，整片哦，整片的，因为有雪的，就要唰整片滑下来。那这种会吗？这种，但这个应该是比较陡的地方才会啊，我觉得。这个都还算，因为有很多树呢，通常是整整秃秃的一片才不准。像屋顶上也会啊。黑线，他们如果觉得有危险，就不会让你去，因为你滑一滑，整片雪掉下来，你可能会被淹埋，埋在雪下面，然后你就会失温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叫人家救你，就会很惨吧。所以他们会看，因为黑的没有在压，黑的也有压的啦，黑的有压跟不压，你知道压过就是平常不是车子会那一横一横的，那就是压过，那这种就很安全，就比较不用怕。它如果没有压的就比较危险。这种本来，但是这个就是很松很松啊，踩下去就是你的腿可能已经到你大腿了吧，你腿那么短。也有一点融化啊，有啊，裤子你看我有一点湿湿的，嗯，还是会融化，不够冷，都是，稍微冷一点更好。这样才不会融化啊，融化在裤子就湿湿湿湿就比较冷啊，没有湿拍掉就好了，没不会冷，湿湿就会冷。收到，我不知道，都没人讲话。等一下，嗯，都湿掉了。对啊，你刚刚雪掉上去就融化了。对啊，为什么融化？为什么会融化？因为它比它低高温。有收到吗？你们人在哪里啊？我已经开最大声了吧？我喝水。那如果我真的走失，要打电话？打什么电话？你手机放在哪里？在这。哦。你可以打 LINE 吧，你用打 LINE 给我们啊。我没有密码。嗯，没有密码。人都不受控，没办法那个。知道哎。这
坐也痛不几分钟，一分钟、欸，一下下而已，我不知道。恐怖，恐怖，哪有？还是会化掉啊，真讨厌。没有，我看。表面有一些，但是下面还是有点硬，你要小心哦。你要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啊？好，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好，下去了。再下去一个弯，好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身体往前，你该吃饭，到吃饭的时候要去烘一烘，手套会很，对啊，手套要去烘一烘、哦。都没烘。对啊，我跟妈妈都有去烘。怎么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啊？往这边可以吗？你喜欢冲快啊？待会儿你的。
很冷吗？手现在慢慢变高温。那你把手放后面好了。我说你要冲的时候把手放后面。但万一有危险，手还是要伸出来嘿。万一有什么危险，空到了还手还是要。现在不会冷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你这里有露一点点出来。脸哦。对。你也一点点，对，好，这里的一点点。啊，第三，第二，第二台，是不是弟弟陪他们去绿的？阴天的，你的票不要太接近门哈，记得啊。我就这样，先走过去就好了。嗯，不需要特别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先不要过去，你不要弄人家板子。等人家过去了，你再过去。等一会我就可以过去。我在那边连，会不会感应？感应很强哎。嗯。你不要带哦，你今天不要带这个。有的，因为是皮紧张，我跟弟弟坐两个人都没在放的、欸，我都没有放的习惯。嗯，你不是不要戴？要，也。但是你这样，你这样额头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？你帽子为什么没有啊？糟糕，你帽子为什么没有戴起来啊？你这个蓝色这一层，你为什么没有戴起来？还要戴？对啊，戴到上要戴啊。那你额头都，我先把你把血擦掉。来不及了。等休息的时候吧。不会啊，我已经快要把你换干净了，待会再起来。你怎么会有戴？你头不会冰啊？你额头露出来的呢？不会冰啊，完全没有感觉。不可以感冒，在这里千万不可以感冒。我是那个，我是说，不管你脖子后面，你眼镜换掉了，我戴眼镜。他毛都没讲话啊、哦，要再拿出来看一下啊。等会，现在不想讲，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人生，这里的讲话的都是日本，那个外国人。
他也很喜欢滑雪，这边打风。有人有说话吗？没有啊，都是我说话的。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讲话。鼻子遮好，就不会太冷。我给你卫生纸好不好？不要。这有几级？是不是105？是不是？5班。嗯，等等啊，等等啊。你头真的不会冷吗？不会。等我一下啊，我看看你的安全帽。你不要动，你头硬，撑住，撑住，我要看你那个盖子是这样子才有盖起来。嗯。又雾了、哦，你就要滑的时候再戴。嗯。好。太小还不能戴鞋，像日日都有戴鞋镜。小朋友为什么不能戴？小朋友没有在戴眼镜的啦，大概要高中以后才有在戴。我要给我戴到上次真的给你张卫生纸擦好，这样会把眼镜磨坏哦。眼镜以后有雾的，刮坏了。先等会再戴。好酷！来来。别！你这样掉在这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下来捡很难很难下来捡的，用走的吧。怎么下来捡？不知道，掉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很难捡得到。就不要了。怎么可能不要了？你在这里滑、欸。哦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在这里？还很远呐、啊。53，哎，好，很雾哈，没有，没有吗？你不是要坐高一点，你这边又漏一个洞了。
怎样？还好吗？哎呦，忘记帮你穿了。没帽子啊，刚上去就跑掉了，是不是很冷？你会冷吧？对啊。那就上，那到旁边先穿一下，还是到上面等？好，好，好，先穿一下。啊，你等我，我先把它拍掉，我先把雪都拍掉。嗯，大家头上该冷。好，帽子拿掉。帽子拿掉。大车。可以吗？还好吗？很湿吗？很湿吗？嗯，还好。真的吗？会不会头更冷？会不会戴耳头更冷？不会。眼镜，先眼镜先拿掉。这样戴起来全部都有点紧，不会啊。好，戴眼镜，然后面罩，拿高，鼻子罩起来，头真的会不会湿？会湿吗？现在很好。哇，你的帽子里都是血。好，好了吗？嗯。会湿就不要戴了，不会哈，还只是冰冰的，刚刚冰冰的，确定哈？这样头有没有比较暖？嗯，要不要拉紧一点？这样拉紧一点，好，这样应该会比较暖。只是你要弄一下你的雪镜，看大家要怎么弄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好，这样就有包到。冰冰的而已。刚忘记一件事，因为我的镜头上快要都是水，所以刚刚录影都没有看得见。哪里？那个。对啊，雾、哦，山上不都看不到了。那不是这个雾。是。那个雾。解到条脚，没办法解。两次。
认冰。是哦。不是很耐。我手是还好，这个手套还不算湿，还好。雨带风风叫会好一点。我们几点要吃饭？十二点吧。应该可以再滑个一个小时，再十二点休息，休到一点，然后再滑个两小时。下面下雨，我们就坐车回去了，坐完车回家去了，妈妈就不用那么惊吓了。昨天下来那很难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的鞋子上一大层哎，看高挂的这样，是不是？我的也是哎，一大层。我就只有一脚。好冰。很冰哦。会受不了吗？还受不了？你要休息你就讲啊。不用了。哦，在滑这个，嗯，因为很窄，只能滑的路很窄，然后又很松，要控制。现在地都是空的，为什么？我握拳。哦，是哦。哎，握拳有没有比较不冷？嗯。啊。握拳。跟回来。这还是在握着。没有变化，还是一样。可以吗？我看看，快到了哦。这人快要死了，讨厌！哎呀，哎呦，忘记。滑之前，我要擦一下我的头破，不然它上面雾。你先整理一下，弄好拉好。哎，你这边拉紧一点，这个拉紧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会不会比较不冷？会吗？
是？哎呦，好深哦，快滑不动了。你要休息了吗？还是去滑绿的？你不知道。走好边。我们到前面再问他们。很深啊、哦！你要滑绿线吗？但你手不是很冷。滑绿线可能会。好，要不要滑一次？滑去绿线，再去滑红线。啊，还要再去滑红线？好。可以滑黑线，来看看他们在哪里。对啊。Hello， 你们在哪里？怎么不回话？去红的了，还是他们是是吗？刚好在这边等一下，他可能有可能滑下来。好。
的，我们现在正要滑绿的。然后拍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啊？他们是红的、欸，他们在红的，那我们回去滑下去吧。对啊。哦，很松哎、欸，泡泡。超多的，好吃的，我觉得说他们都在一起，还是妈妈穿？不知道，你没看到妈妈，所有人太多了。对，
被拉下来。拉下来什么？然后三万级。因为就还好啊，安全啊。AK 有没有死到？太久了。不会，没有，他不会死到里面，他会死外面。它里面还是有一层。爱台湾。嗯，你也有啊。会冷啊，除了手以外会冷啊。热手，脖子很热。很热。对。发光。这个还没上市哦。2021。对啊，好亮哦。蛮好看的。对啊，我想到那个什么，那个摩瓦纳，摩瓦纳那个螃蟹不是？啊。那首歌。没有，他说是这个那个寄居蟹唱的歌。I'm so shiny. Yeah, I feel you. You feel me. 对，应该是吧，口音应该一样。没有卖吗？现在？澳洲还没有拉住口。对。口音跟我们一样。他们讲话就那样啊。我想说怎么帮你把帽子折起来，然后不要装饰。变慢了，可能是有小朋友上车。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你在呼气啊？我是鼻子的。你是不是就在那里跟人家撞到的？好像是哦，那个桥转过来，你就是在那附近的人。啊，这车怎么一直在慢慢的？变慢的
因为不然这样我们歪一脚在下面被车子压到，直接撞到，那伸直，然后就啊叫救命啊，不能怎么样，谢谢下雪，下雪，我说下雪给下面的人啊，你的裤子都没有，其实我的好湿哦，可恶，谢谢。你看我们裤子中间超多雪的，就表示我们坐这一段车的时间下了这么多，都可以坐雪球了。捏，捏得起来，捏得起来，是停下来了。对。雪还没停。嗯，哎，一小车。去砸人！你不要丢这边啊！不要丢人啊！我想砸砸看，命中目标。你不要打人啊！不可以。快点，他丢大力一点会打得到他的头。为什么会停下？不知道有人摔倒了之类的，所以停下来。你撞断了。九九，我们现在在红线，这个缆车刚上没有多久。啊。哦哦，不行，我先拨一拨。今天红线这里蛮好滑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边多多练习。啊。啊。啊。你说我们现在要前往红线。啊。我们在绿线缆车快到山顶了，我们就会过去红线的。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冰，好冰，好冰啊！受不了了吗？你告诉谁还要坐的？我预定等一下12:20到30再去吃午饭吧。那可能还要滑个4-5趟，可以啊、哦。现在时间是11:50。哦，两三趟，可以吗？好难滑哦！排队啊！你小心，不要撞到树。Kodomo Candy， 你就是 Kodomo， 小孩子的票。
上来。我也是，其实我手也湿了。来，去烤，去烤，去烤。不知道。真的，好，先这样断着。完蛋，断了！我要熬回来，然后断了。哦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哇，这样危险。啊，你刚刚是还留在地上？嗯，你刚刚是还留在地上？怎么留在？这根啊，为什么会弯掉？不知道，卡到。你在手腕要小心，完蛋了，它这个尖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可是你少一只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一只也可以。真的一两。我就想其他你偶断过，它是掉下来过，就只剩一只，然后刚好100公斤。去啊，也不丢哪里的问题，带回去还人家，看他要不要赔。OK， 我来赔啊，也是我好断的。还是他，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撬回来，然后因为硬咬可能就是会断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断过。你的是你自己的形状吗？对啊，我的也弯啦、啊。我也是有一次坐缆车，坐到弯桨，看得出来，有一次是弯的，只是弯的不明显，没有像你刚才弯的那么夸张。哈哈，我有一次是弯的。看得出来啊，这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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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弯的。你看啊，它就是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得出来啊？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没有像你刚刚的弯成那样。一公。那个给我拿。不要不要，你拿危险，我来拿。那你要用水钻？没关系，我们也没有真的在用，就拿着用。
你刚勾到我的电线的。我的那个有在录吗？数字有在跑吗？然后有闪红灯吗？没有在跑。没有在跑吗？一小时十分钟。然后呢？没了。没了。居然没有在录。DH 点点十就这样。那后面呢？后面什么？没有秒数吗？没有秒数。等一会儿，过一会儿你再看看变十一或十二了没？他可能没现在没秀秒数，我看。你可能一小时了。现在有录到一个小时吗？应该有吧。还有一个小时。现在还是十吗？十。嗯。怎么会？他当机了吗？好，要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管账就划你的、啊，
走的了吗？有点难往前进。走得很累，先去转位置吧，偷手套转位置。对，你那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我觉得我手也抽纸会冻僵嘞，大拇指。啊，等。周少宇，等等，拍干净一点，我再进去。拍干净，换到我都会湿湿的。我先让你拍后面。然后头上，头上，头上进去也会湿湿的。那我底下不会。进去里面了啊，冰冰的。好好好，不会。我手会冻死了，我大拇指冻僵了。这边还是进去。我是找位置吧。会有人好挤哦，完蛋，我们找不到位置。